好，时间到，好，那我们就开始哦。这个线上的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亚太青年共创协会的这个专家对谈。那这个活动其实，是我们从今年大概从7月份开始，那预计在未来的每一周，大概周四的时间。都会邀请一位这个产业业界内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产业的趋势。那今天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郑凯颖博士，他是在这个我业界的一个朋友。那过去以来，就是常常听到他们公司的一些非常多的好的消息，不管是在台湾内的科技的发展，甚至到东南亚的科技发展。都有他们的参与，那特别邀请到郑凯颖博士来，跟大家分享在亚太网红经济的这个发展趋势。那郑凯颖博士其实也是早期在台湾网红一直有在分享这个网红经济的这个发展脉络。那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郑博士来到这一个专家对谈里面，跟大家说明。甚至分享这几年来的心得。那我也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亚太青年共创协会的第3届的理事长。那我过去的背景也是在这个科技业，那现在公司从事的是这个数位行销的广告服务。那近期因为数位转型的这个热潮，那我们过去当然也有这个。云端的技术跟数据相关技术的积累，所以也很积极的在探讨这个数位转型对于这个中小企业怎么去因应，那以及包含所谓智慧零售这一块，都是我们公司现在感兴趣的这个题目。那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里担任这个主持与这个郑凯颖博士一起对谈。那我们现在时间就是交给郑凯颖博士。也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嗨，各位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应 Sam 的邀请呢，来这边就是参加这次的这个专家对谈。那我呢是爱卡拉的共同创办人。那爱卡拉这家公司呢，主要就是协助企业做数位转型。那我们呢在做数位转型上面呢，那有几个东西，那我可能可以直接用 slide 呢，那可能可以让大家比较快的，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呢我们的 solution 在做什么事情的。大家可以看到呢，那基本上呢，我们协助企业做数位转型呢，那主要呢是要协助企业呢，那能够呢就是把自己的数据呢，能够呢做到比较好的，就是这个 DAA 飞轮。那 DAA 飞轮就说呢，那基本上我们会协助企业呢，那基本上就是上云。那我们在云端上面呢，我们像是 Google Cloud 的，就是在这边在整个亚太区非常合作的深度的 partner。那上完云之后呢，那基本上我们会有自己的 machine learning 团队、数据分析团队协助客户做数据分析。那分析完之后呢，当然是要应用在前端协助企业做获客。那在获客上面，我们就有很多自己的 MarTech solution。那在获客完以后，数据的资料会重新再上云，再收回来，然后走完这整个循环。那这边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呢，是我们在协助企业做数位转型的那整个简报，我把它放大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哦。那在这整个简面呢，那大家可以看到。之前协助企业在获客来讲，无论是在或网，在中话呢，channel 上面呢，会协助企业去搜这些 channel 资料，LINE 的官方的这个账料，FB 那以及自有通的资料，甚至呢，你有一些 OMO 资料，我们会把后呢，就会在自己的库里面，叫做顾客数据平台。那会在这里面呢去做相关的数据分析。那这所有的数据分析呢，那基本上呢，最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协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去 know your customer。那你可以把它做就是客户分群，分群完后你可以算它 lifetime value。做完 lifetime value 之后呢，你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群呢，针对有不同的这个忠诚计划，那一样再回到这个渠道里面再数据收完。那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企业在做的事情，对。那这边是我们的企业的团队啊，我们核心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那大家可能比较认识的比较多的呢，会是呢最近
我们请就是简立峰简博士，我的是总经理。那再就是呢，另外就是我们 CEO 呢 Sega 呢是我们的共同创办人，那 Frank 呢也是我们共同创办人，他是我们的就是技术长。那我跟 Sega 还有就是 Frank 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那 Candy 呢是我们的学妹，然后是我们的财务长，那 Alice 呢是在我们这边带我们的 Cloud Team 的业务，那是我们的顾问执行董事执行顾问，那 Kimi 呢主要是带我们在东南亚团队，那轩龙呢主要是在我们做数据分析的数据分析长。那再就是这个组大概核心团队的介绍。好，那我的时间就一样再还给我们的 Sam 这样。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主题，也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因为近期我在客户端那边常常听到网红网红 KOL 那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这个需求本身来的又急又快，到底这个整个这个网红经济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跟脉络啊，我们这边会有一些问题来提问，让这个郑博士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年来他看到网红趋势发展的一些心得。那首先我们从网红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背景开始，第一个就是问题，网红经济到底这一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型的呢？而且这段发展的历程又是如何？有没有什么样的阶段性的发展？我想说这个问题先请郑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这边还是用一个 slide 来跟大家看一下，就是网红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然后它是怎么成型的。然后刚好我左边有一个简报，我就跟大家 share 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呢，在网红行销这一块发展的时候呢，开始的时间点大概是在2015年底到2016年初。那这是 Google Trend 上面你用就是网红行销的英文的关键字，那就是 influencer marketing 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网红行销的需求的摄取量呢，基本上是一路向上在增长的。那如果呢，我们去看它底层的关键字是什么呢？底层关键字就是把行销拿掉，就剩下网红嘛。那网红的增长量呢，就更不可思议哦。网红增长量的搜寻量是这样子的趋势。那这条蓝色的线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网红行销的线。所以相对于网红的这本身的需要的，就是大家对它感兴趣度呢，那基本上是更为巨大。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呢，就是网红呢，基本上成为了一个新的媒体、新的载体。那现在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场景。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大家可以看到，从2016年开始呢，大家投入网红行销的 global 预算呢，从大概117亿美金，现在已经大概上升到快要100亿美金哦。那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 ，YOY 的成长大概平均大概都在40-50每年。那所以基本上都在一个 uptrending 的状况。那为什么网红大家会有需要做这个行销呢？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大家的现在 eye attention 呢，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现在是不停的往 social network 移动，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active 的 social media user 呢，在 global 上面，就全球上面增长是 12% 的速度在做增长，所以是非常快的。那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眼球注意力的地方呢，基本上呢就会是商机的所有的发生所在地。那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眼球注意力呢，就会是最前行的一个我称之为叫经济指标。那所以呢，只要眼球注意力呢一直往那个地方去靠近呢，那所有的后期指标都会往那边对齐。后期指标包括什么呢？广告投放预算，在后期包括什么呢？就是你的营收转换，基本上都会往这个地方去对齐哦。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基本上在台湾呢，我们 social media penetration 呢，大概是在 89%， 哦，名列世界前茅。那你可以看到台湾每年呢，基本上增长呢也是非常巨大，现在已经到顶了，大概是 90% 左右了。那所以也就意味着呢，能够去上到 social media 看这些 KOL， 看这些 content creator 的，已经基本上几乎能去上去，除了小孩、婴儿，那或者是很老的老年人没办法用网络之外，那基本上该上网的，然后在 social media 上面 active 的都上去了。COVID-19 期间呢，那基本上大家因为锁在家里，所以在 global 上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更多的人花了更多的时间在 social network、social media 上面看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看网红的 content 了，对，不然还有什么可以看？对，对。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呢，那 social media content 呢，它基本上就是因为大家把这个 eye attention 呢，就往这个 social media 移动，所以就只有这个逐步巨大增长的现象。那另外一个就是趋势推波助澜的是什么呢？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看这些网络的平台的时候，常常前面就会有数位广告会跳出来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比如说你看 YouTube video 前面就会有 V 就有广告，贴片广告把你 block 住，或者你是滑手机的时候，常常就很多赞助广告。那大部分这些广告来讲呢，它已经演进了好几代。那演进好几代之后呢，那基本上一般的人对于广告呢就会产生蛮厌恶的心态。那所以大部分人就会装一个东西叫做 AD blocker。什么叫 AD blocker 呢？它顾名思义，它是个套件。你装了这个套件之后呢，所有的数位广告呢，它的版位都会被 block 掉，你的整个版面就会很清新了、哦。你看这个广告也都被 block 掉，版位就很清新。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装这 AD blocker， 就是把这个广告 block 掉套件的人，在全台湾大概 52% 装 ，global 平均是 47%。那到去年中的时候呢，上升到 57%。这意味着什么事情呢？这意味着呢，大家呢还是比较喜欢看原生的内容。那对于数位广告的免疫力以及排斥呢是越来越高，那也这会也会促成呢就是网红产生原生厌农这种事情呢，那基本上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 conclusion， 就是呢大众呢并不喜欢看数位广告哦，因为大数位广告已经被轰炸太多了，那所以大家希望看的是一些原生的内容。那如果你要做原生内容的行销的话，大我刚刚前面有个数字嘛，就是大家的 eye attention 都在往 social network 挤。所以呢，你就应该在大 social network 上面呢去做你的原生内容。但是如果你在 social network 上面做原生内容的话，其实最有效益是什么？其实最有效益的话，其实你应该就是找 KOL 来帮你做行销，因为大家就是会去订阅这些 KOL 频道，会主动去 follow 他们频道。那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些 KOL content 做成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些 KOL content 呢就是 new TV， 就是新的电视节目。所以大家会在这新的电视节目上面去找他们想要看的娱乐，然后这娱乐是非常的分众的，分众到每一个 KOL 身上去。所以你可以把 KOL 想象什么，他们就是新的电视制作人，只是他们的受众不像一般的电视这么大这么广，他们是受众可能是比较窄比较小，但是呢比较黏的一群人。那所以呢我可以看到呢，广告从一开始的入口是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像雅虎的这种就是集中式网站的这种入口网站，那一开始他们 banner ads 就是会卖的比较好。到现在呢，就是入口呢，它逐渐演变成就是我们的以搜寻为重要的入口。那 AI 推荐往这边走的时候呢，广告进入到 2.0 时代。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 ，iPhone 被发明了，就我们有智慧型手机。那我们的移动网络开始变得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那每个人都被连上网，大家可以在里面呢做交流，所以新的入口形成了，就变成 social media， 那成为一个新的入口，所以有很强的 social ads。但大家在 social media 里面最喜欢看什么内容呢？最喜欢看的还是这些 content creator， 就是网红所产生的内容。所以呢，逐步的网红呢成了 social media 里面的最重要的入口。那所以我就想说，就 eye attention 它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往这个地方移动的时候呢，那它现在已经移动到网红身上了。那它既然移动在网红身上呢，网红它本身就是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它可以做广告植入，它可以做销售，它可以做口碑，它可以做任何应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就大家眼球会黏在那边的场景。那这边大概就是我这边大概简单的分享。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对，好 ，Hello，Hello， 啊，好 ，Kevin 其实跟我们讲了整个这个网红其实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网红的市场、网红的经济发展很快。那我这边有进一步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网红市场上的运作、商业上的运作，那目前到底在里面有哪些角色？这整个网红市场的这个经济或商机，怎么去看待它呢？在网红经济市场的商机里面呢，那大概呢会有几种角色会存在。那第一种角色呢，那基本上就是你本身就是网红嘛，哦，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在里面产生 content creator 的，那所以呢，你会以创作者的身份做存在。好，那再来就是呢，第二种角色是什么？第二种角色呢，就是开始有往上堆叠了，所以从把一群网红拢在一起的人呢，他可能就会是传统经纪公司，就是经纪人，哦，所以这经纪的公司他也存在。那第三种角色是什么呢？第三种角色呢，它是依附在平台上面呢，去兜售这些就是网红的版位的人。因为所以就想说，比如说像你看，YouTuber 他可能有蔡阿嘎，有这群人，那有可能就其他 YouTuber。那他前面都有什么呢？他前面都有那种贴片广告，那这贴片广告他就会全新的广告版位。
那他有一种角色，就是把这全部的广告百倍，他把它集中起来，然后去迈向品牌主或者迈向广告主这群人。那他这个我们就称为这 MCN 的角色，就是他把这群一个网红把它 aggregate 起来，在他一个 pool 里面，那大家可以很方便去做选择。那第四种角色是什么？第一种角色呢，就会像是我们这种角色，它有点像是比较超然第三方角色，它会提供呢，就是广告主这些 KOL 的数据，那让他们可以去稽核、去判断哪一些 KOL 它是有成效的。所以这种平台的角色呢，那基本上呢，你看这种数据平台的角色呢，它就有点像是 AC Nielsen 的感觉，就是我刚刚讲，因为你把网红如果譬喻成就是电视制作人，那你怎么知道他的电视节目的热度如何？人气如何，那就会需要有一个就第三方的数据，那就帮你去做 access， 说 OK， 他的观看率大涨得怎么样，他的互动率涨得怎么样，他的整个社群中的热度大概是怎么样。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所谓的第四种角色。那在更大的外文的角色是什么？那更大外的角色就是这些平台方，比如说这些 KOL， 比如说 YouTuber， 他本身就在 YouTube 上面做嘛。那 FB 的网红呢，就在 FB 的平台上做。那 Instagramer 就是 IGer， 就是这些 IG 网红，就在 IG 的平台上面做。那 TikTok 的 Creator 呢，就在 TikTok 的平台上做。所以这些更大的平台呢，它基本上本身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提供这个平台，但是也提供了广告的机制，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些网红的 channel， 可以再去 post 更多的就是 media buy， 就是我们说的数位广告。比如说你觉得网红的 content 觉得很不错，那你想要主动让这些 content 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或是某一些特定的一群的人他可以被看到，那就可以透过这些平台的后台的机制去投这些的素材的广告，让他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那这是这些平台的最主要的获利来源。对，那除此之外呢，那现在的整个网红行销里面的角色呢又越来越多元了。因为像我刚刚讲，就是网红呢，现在呢也会在平台上面卖东西。那如果卖东西的时候，那就会变成就什么，就会大家会理解说，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就是电商的角色就会进来了。你会有供货商，你会有物流商，然后你会有金流商，那这些人他都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说，网红呢，它本身是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它在目前在不断的被放大。在这放大的过程当中呢，那基本上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在原本不在这个场景里面的人，他都可以参与进来，这样。谢谢。不是这个凯宇这边，我可能想再进一步问一下，台湾到底在这个网红经济这块的发展是算已经很成熟了吗？还是目前的整个业态里面其实还算混乱，还是说已经建立一个很能够去标准化的一些合作模式？那这边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现况？好的，那网红行销这一块呢，应该说所有的 MarTech 行销，或者是所有的就是在行销的 technology 上面的趋势呢，大概台湾呢会落后美国大概是1到2年，平均来讲应该是2年了。所以呢，在整个成熟度上面呢，那台湾呢当然是还属于比较不成熟的状况。那你如果要看网红行销最 modern 的 approach， 最 best 的 practice approach， 那其实呢就直接看美国，大概就 OK 了。那所以呢，美国呢基本上在网红行销呢做得非常的非常的数据化，就是美国的网红行销的平台非常的多。那但是呢也开始在收敛了，就是开始有几个比较大的比较 dominant 的数据平台。那所以呢，地方讲说就是这种数据平台大家也用得非常广泛。但在台湾呢，大家可能在接受数据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从今年才开始，大家能够逐渐接受说，我要看网红，要看数据。第二个呢，就是说在用网红的 divers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用网红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有它的宽度，就是我可能要多用不同的类型的网红来做这件事情。但大家呢，在台湾在用网红，目前还是普遍呢在用的是大型的 KOL， 就是你比较知名的或者粉丝人数比较多的 KOL。但是呢，在美国做网红行销来讲的话，大概有很大一块的预算都在用微型网红。那为什么大家会想用微型网红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下图，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那大家就可以比较知道，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比较想要用微型网红。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图里面呢，可以看一下，就是在微型网红里面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帮大家 summary 出来的，就是不同集聚的 KOL 的它的互动的率，它的观看率是不太一样。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微型或者小型网红，它的互动率或观看率其实是最高的。
那所以呢，基本上呢，如果你有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可以去把这些微型网红拼凑起来的话，其实你能够最 efficient 的就是能够获得最高的互动率，以及甚至可能最高转换率。那所以基本上呢，在国外呢已经有很成熟的像这种 KOL， 那类似 KOL 追打这种技术平台，可以协助大家去拼接很碎片化的这种所谓的微型网红。那你透过这种拼接这种碎片微型网红的时候呢，那你基本上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可能在台湾才开始有客户做，今年才有，去年是没有的哦。你可以看到今年我们在台湾开始有客户去做什么的，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客户是理肤保水，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去做了就是400个微型网红，就一波做400个。那一波做400个，你要做很有效率的话，你一定要透过数据化的方式去筛选出来，然后去筛选出来这些 KOL 之后呢，再把它拼接成就是一个很快的大版位。那你可以发现呢，它平均互动率呢是比一般的 benchmark 高了大概 3.5 倍。那所以呢，基本上因为 benchmark 大概是 2.33%，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做完这一波 IG 呢，大概是快要将近 8% 的互动率啊。那所以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那这种东西来讲，也是说在你的整个 mindset 上面呢，你能不能用就是数据化的方式，用程序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事实上在美国已经在大概在一年多前都已经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有很方便的这些数据平台，然后以及有很方便的这些对接平台，大家在很 scale 做这件事情。但台湾呢，基本上都还是比较是我刚刚讲，就是在找大号 KOL 在做这些业配会比较多一点，所以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在整体趋势上面还有一个一段可以成长的空间，这是好事。对，那也就代表说，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走到这种非常 at scale 的网红的业配方式呢，我们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还可以再去追赶这样。了解，那这个看起来，因为还是市场不成熟，所以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嘛。那这个商机来说，可不可以从郑博士你这边稍微透露一些商机，让我们这个听众了解一下，有什么方向，有什么痛点，现在其实蛮需要可以去改善，往这个方向去创业也好，或做这个生意也好。好的，好，那我这边也要加在 share 这个 screen， 对，让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讲说，因为网红行销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在国外其实走都蛮快，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国家，它基本上很多新的行销的东西都是美国那边走。比如说我们在最近很多做 MarTech 的东西，其实上在美国两年前都已经在做了。对，基本上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我觉得很多趋势可以看美国。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抓这些网红行销来讲的话呢，对于如果我们是要利用网红行销来讲的话，那一个非常大 benefit 是因为全台湾的很多人还是没有大量的利用这种数据化去找这种奈米网红，而且是大量来做。所以如果你现在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呢，那你只要用对工具，那或者是找对的 agent， 他比较有数据化概念帮你去做，把网红当成版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比较高的程度的，就是在从中可以获得获利，然后甚至呢可能做的会比你在甚至投广告的效果还好很多。那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一个对于大家在如果在做图C端的话一个 benefit。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网红行销呢，它开始有到一个新的场景。这个新的场景是做什么呢？这个新的场景呢，基本上就是做，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网红的就是所谓的代购。那网红导购这件事情呢，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场景，因为 COVID-19 大家觉得网红上面它会是一个新的消费的场景。那在网红的消费上面情况下来讲，就网红导购这件事情，因为它非常的 new， 那所以说如果各位大家要想要投入到网红行销的最新趋势上面，然后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赢家的话，那基本上你就会发现最近很多的 agency 或者新的就是小公司或新创公司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网红导购的这一块的生意。那有些可能会做一些小工具，有些他可能是做一个 agency， 有些可能要做一个 MCN， 但他很多在 client 都是在做网红导购。那在做网红导购上面呢，他依然还是有蛮巨大的商机，因为大部分的网红是不做导购的。那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有很多的网红没有做过导购，那就意味着 maybe 他有蛮多导购的 potential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那但是我们在做协助客户在做网红导购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是很系统化在做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去协助我们的客户去导出呢最有高度转换的 KOL， 也是通过数据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呢，通过数据化的方式呢，它基本上呢，它对于就是各位，在各位就是可能刚接触这些网红行销来讲，我觉得也是有蛮大的优势。原因是
现在大部分可能 80% 以上的企业主或品牌主对于怎么样利用这些数据化的方法来做到比较高度 efficient 的网红行销呢，现在的概念还是蛮薄弱的，那甚至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你只要具备这个概念呢，你在做网红行销成效呢，可能就会比这些人可能会高上很多。因为大部分的广告主对于网红行销呢，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就是在做内容生产 creative 上面，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琢磨所谓的 creative， 也是所谓的内容。但是呢，他完全忽略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完全忽略掉一件事情是，其实网红呢，就是在 FB 或者 YouTube 或 IG 这些平台上面，它其实就是一个版位广告。那这些版位广告呢，那你要注重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版位上的数据。所以呢，你如果我们如果可以 stick 在这些数据上面去做一些理性的判断、理性的分析，那基本上就会做出最 best 的 practice。那甚至呢，我可以看到就是，刚刚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 Q-Rena 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比较大的数据呢，可以让大家去理解，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透过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平台的这个数据，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其实平台有它演算法，那平台演算法代表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越小的网红，它的互动率观看率越高，越大的网红呢，互动率观看率越低。这不是因为大号网红不认真经营哦，绝对不是这样子。这原因呢，就是因为平台有自己的 monetization 的演算法，就是获利演算法。大家知道 FB 跟 Google 都是靠广告做赚钱的，所以大家知道今天有一个很大新闻消息嘛，就是这几个巨头呢都被美国抓去做反垄断调查了。对，那我跟你讲他们怎么做事情的。你们如果有在经营 FB 或者在经营这些就是 IG 的 channel 或者 YouTube channel， 你就会发现事情就是，你刚开始经营的时候呢，你几乎可以100%的触及到你所有捞起来的 audience， 就是 subscribe 订阅你的人。但随着你的粉丝团越大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呢你就越难触及到他们。那原因很简单，就是 FB 呢是靠着广告收钱的， Google 也是靠广告收钱的。如果我们的 content它可以无限制的被 viral 出去，就是你做一个很好的 content， 你这 content 非常好看，它可以无限制的一直被 viral 出去的话，那基本上 FB 就不用赚钱了， Google 也不用赚钱了，因为我们就只要养非常好的 content 就好，我们就不要投广告了。所以呢，就是在 FB 或 Google 上面，它对于这些 content 呢，一定都会有一个叫玻璃天花板，就是我们的 glass ceiling。 那这玻璃天花板呢，你可以发现呢，它有个 strategy，那所以就是呢，如果你的粉丝团越低的时候呢，你的玻璃天花板就越高，因为它 encourage 你去经营。但是你的粉丝团越大的时候呢，你的玻璃天花板就越低，因为它为什么呢？因为代表说你已经圈起了非常多的粉丝，那也就意味着呢，你获得了很多的沉没成本。当你要重新再接触到这群 audience 的时候呢，你就一个途径就是要下广告，那也就是 FB 或是 Google 的获利来源。所以当你一旦了解这个演算法的影响之后呢，你对于网红行销呢就会有更全面的了解，你就知道啊，我如果做一个 KOL 行销，那我不只呢是要找对的 KOL， 我也要在对的时机去做下数位广告，我才能够去突破这个平台上面的演算法。所以呢，我刚刚讲就是说，在网红行销这件事情上面呢，它基本上还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被琢磨的。谢谢。那目前感觉是蛮多这个痛点。那有没有一些蛮成功的一些案例的公司？就是毕竟是一个代表性公司啊，就当然除了你们公司以外，有没有别的公司是能举出来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然后目前做的状况如何？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范例。好的。那我们刚刚就讲，就是说那在网红行销，我们刚刚讲这个产业链嘛，它我们就把它兜一下，对不对？那在台湾来讲，我们刚刚说，如果是说做这个所谓的经纪公司做的比较好，甚至做的我觉得是还不错的，有做出一点成，做出蛮好成绩，不要说一点，蛮好成绩的，那我觉得是 PressPlay。那 PressPlay 呢，基本上它签了蛮多的大号的 YouTuber， 那基本上这 YouTuber 呢，他们就是发展成，就是把这些 YouTuber 发展成 IP 化，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比如说千千进食中，他就会出自己的千千面，那你就会看到阿迪英文的妹妹就是 D-Bay， 最近呢就开了自己的就是手摇的鲜奶茶店嘛，对，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就是鱼干就是也是一个蛮知名的，就是 KOL， 他出了自己的鱼干的饼干啊，零食，对，那所以就是这些 KOL 呢都开始呢就是在做一些联名商品。那做的也都算是蛮成功的，对。那所以 KOL 的这种联名化，就是把它 IP 化呢，那就是对于一个经纪公司来讲，
那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去 monetize 一个版位，就是只有如果在手上只有几个 KOL 来讲的话，那这是比较有效率的做法。这应该说不是有效，这是比较他们能够 at scale 的做法，因为你把就好像你是养一个明星，那从周杰伦从小开养到大，他越有名气，那你当然就是能够从上面能够 monetize 越多的就是 money 回来。那另外一个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在其他的网红行销上面呢，那是不是也有做的比较好的公司呢？有，那但台湾可能还没有这种公司。那日本有一家，我给大家就这个名，它叫 UUUM。对，那我可能分享画面一下好了。那大家可以看到 UUUM。好，大家看一下呢，就是我 search 一下，就是 UUUM。这三个字哦 ，UUUM，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 UUUM 呢，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日本的上市公司哦，它的执行长呢也是日本的，就是一个知名的 YouTuber， 但它聚集了非常多的 YouTuber， 然后它就会前面的切片广告就是有一大排的，就是很厚的切片广告，它可以做一个就是广告的集结的贩卖商。那所以基本上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呢，那也像是算在成功哦，因为它的每年都有营收在增长。那随着 YouTube 的这种频这个 channel 或者观看的人数增长，它就搭这个平台一起往上走。那有更多的数位广告版位，更多的置入的空间，给广告主来做这个投递哦。那这也是一种方式哦，作为一个 MCN 的一个成功模式哦。对，那刚刚提到，那至于其他的更新的 model， 比如说像是网红导购这一块。那在网红导购这一块呢，你说有没有任何一个厂商做到非常的 dominate， 然后非常的知名？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还没有。对，那所以呢，在网红导购这一块看起来就是大家都还有蛮多的努力的空间。对，那再来就是，那你说在做网红数据平台这一块，有没有就是一家公司然后做的就是在网红数据这一块做的也是非常 dominate 做到上市呢？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对，那所以呢，这边呢也都是大家有蛮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对，那所以大概我们就是说，在各种不同角色上面，我们可能如果说可以看到有一家公司它是真的做得很好，那或者是真的最好是它能够上市的话，那基本上呢就是代表说，它有一个 best practice 被产生了。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在整个网红行销的这个所有的渠道上面呢，那基本上呢就是有家公司上市哦。对，我想说就是在做电商这一块，网红电商这边，但是不在台湾。Sorry， 我们把这个眼界拉大一点，就是网红电商就是做到上市的，就是在中国。大家知道中国有一家公司叫做卢涵，那卢涵电商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红，那基本上就是靠的就是网红卖货卖到上市，到 Nasdaq 上市哦。那所以基本上在中国那边，它的在所谓的网红的消费场景是比较 strong， 所以它就有这样的 best practice 产生。那如果大家对于网红的就是销售导购呢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个 insight， 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 Shop Plus， 那 Shop Plus 呢是协助呢就是网红做接单的一个就是网红电商工具，它目前是在泰国、越南、菲律宾有落地。那为什么要在泰国、越南、菲律宾落地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那边的网红的就是电商的消费场景比台湾、比日本好上很多。那你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因是我们台湾跟日本，我们在东北亚跟北美，我们都是先有电商平台才有 Facebook， 所以我们很多的消费的行为跟消费的习惯都是锁在电商平台里面。所以你看到 Momo 啊、 PC Home 啊、雅虎拍卖啊这些，或雅虎商城，它也是最大的就是电商的来源。但在东南亚呢，他们不是哦，他们是先有 Facebook， 先有这些社交的 social network， 然后才要开始现在要建立电商平台。所以他们很多的商业的交易的电商行为呢是锁在 Facebook 里面。那所以呢就变成是在 FB 上面买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刚才讲说，对于这些 social commerce 呢，其实在东南亚它的是非常的自然的水到渠成，你根本不用去推动它，因为它自己就是 social commerce。可是在台湾呢，可能才刚刚开始要开始迈向做 social commerce， 然后大家可能还需要被教育，还要被 educate， 需要被推动，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对，那所以对于各位来讲说，如果就是说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这些商新的 opportunity， 会因为呢世界在导入的这个程式不一样，就是时间序不一样的时候呢，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商机。那所以有时候呢落后呢搞不好会变成先进。我
我就举一个我们这样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呢，我们台湾因为疫情控制的非常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感受到就是现在线下的这个通路的这个整个商机消失的问题。但是在东南亚不一样，他们这样疫情还是蛮严重的，而且又可能有第二次 outbreak。那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客户叫 Unilever， 是菲律宾的，就是我们在对接的一个品牌客户。那当东南亚 outbreak 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呢，那 Unilever 就菲律宾 Unilever 马上 contact 我们，因为它的线下呢是整个营收归零哦，因为政府是规定你就线下人流都不能出门就对了，所以线下营收马上归零。所以呢，他要赶快在一个月内把他所有的销售的东西都能够搬到就是线上去做销售。所以呢，希望我们一个月内帮他把 FB Shop 建起来。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快的一个月内帮他把 FB Shop 就建起来了。那所以很快建起来以后呢，他现在也把他手上的很多的连锁店都推荐给我们。所以他们现在菲律宾的八大连锁店都是我们在帮他 FB 上面去建他的 Shop。那直接让我们可以在线上可以做这些拍卖。大家可以做想象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台湾呢，对于这种迫切性的数位转型的速度呢，可能会觉得还好，因为我们线下的人流现在都还非常好。那但是呢，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呢，它虽然比我们落后在科技上面，但是呢，因为它不得已，它一定要去做到这个线上的电商交易，所以它数位转型速度呢，反而比我们快很多。所以你可能看到说，它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呢比较down一点，但是它因为很快的去发展了很多线上交易机制，所以它可能会在后期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拉比我们高。他整个成长，因为他已经有发展很多很多这种数据啊、电商啊、零接触经济啊，这些国外越严重的国家，他就越迫切要发展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谷底，但他在后来的反弹上面的经济呢，也许会表现比我们更亮眼，因为他有更 efficient 交易的方式。那这也是我们看到一个很这个趋势，也跟大家分享的。了解。那在这个台湾，因为听起来都是比较偏亚洲海外的一些案例。那台湾在这个公司里面，有没有是属于这种非常非常成功的，在网红这个市场里面，基本上有一种 dominate 的这种概念存在，有没有这种公司存在？老实说，对，就是在整个台湾里面呢，说要做到整个网红的行销非常 dominate 的公司呢，现在基本来讲是真的还没有，对。但是如果你要讲说是知名度最高的公司，我必须来讲，就这就是 KOL Radar。 对，那因为 KOL Radar 它作为一个就是协助客户呢去理解网红的数据平台，它有点像 AC Nielsen， 所以呢我们在跟很多媒体呢都在做很多的这种所谓数据报告，甚至所谓排行榜，所以呢我们在全台湾的知名度跟覆盖度呢大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但是我要说，即便让我们让知名度覆盖度非常高，但是我来说就是我们对于整个市场 dominant 性呢还是非常弱的，几乎你可以说都没有任何 dominant 性。那所以呢，我要说就是说，在整个全台湾的 KOL 的或者说行销的这个 marketing， 或是用网红来做这个行销的这东西，它还是非常破碎，它还是这样碎的非常碎。所以对于刚刚就是 Sam 刚提到的这件事情来讲，就是这也可能是大家的机会，就是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些很破碎的碎片把它集结起来。那我们 KOL Radar 做的方式呢，就是用数据的方式去把这些碎片算法算起来，然后协助大家去集结。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像是日本，他们就发展出了这种很巨大的 MCN， 叫 UUM， 他会去把这些 KOL 全部集结起来，变成一个大版位，然后去面向广告主。但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么样一个很 aggressive 的 MCN 去做这件事情。对，那所以说像对岸来讲，这样可能就会有非常就是很厉害的，就是网红电商，像如海，那基本上呢可以做到上市。但你看到在台湾来讲，做这种网红电商的来讲，都还是非常 initial 在做而已。对，那所以就说。你说在网红的这边的商机来讲，是不是真的有非常很厉害的厂商？他是真的像刚 Sam 讲，就是说，哎，他真的有 dominate 这个市场的感觉？那真的是没有，对。他都就说，加就是，所以这意味着反过来讲，就是对大家讲说，哎，这其实对于每一个想要进来这边做网红行销的人来讲，都还是蛮有机会的。这也就意味着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还会继续的在投入到就是网红行销上面来做竞争。所以你可以看到，举例来讲，就是。像杰斯艾德威，他可能在前几个礼拜，他好像有公布了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叫 Triple E 的，就是网红数据库。对，哎，他也想要透过数据的方式来切这个市场，那就跟我们一样。那你有看到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好像是想上的一家子公司，他也是在做一个数据平台也要 launch。那你也看到另外一家呢，就是可能，
从 Google 出来创业的一个 PM 叫做 Alan， 他基本上做一个叫圈圈科技。那圈圈科技呢，他做的就是 IG 的奈米行销的网红，那主要是能够就是让大家很 efficient 的，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平台界面去对接更多的奈米的网红。那你也可以看到很传统的就在做网红行销的公司，像达摩科技，在去年底的时候呢，也开始推出了自己的所谓的 pre-inference 数据平台。所以说推出这些的各种不同工具的厂商呢，你就会发现它百花齐放，越来越多。那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要推出进来呢？主要原因我刚刚讲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网红行销或者是网红经济呢，它基本上都还是在上升阶段，所以呢，每个人都觉得呢，哎，这个市场够大，它还可以有空间可以切进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呢，因为在整个市场上面没有一个特别 dominant 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哎，那在没有 dominant 的情况之下，只要他可能还有机会够有好的商业角度切进来的话，他可能有机会 dominant 这市场。我可能在这一部分想询问，从品牌组或者是有预算的这些客户来说，他因为底下很破碎，底下非常破碎，那他怎么去配置自己的行销预算呢？因为这么多的供应商，这么多的工具，这么多的网红，他该怎么去配置自己的行销预算？有没有一个你们现在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好，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非常棒的一个问题。对，那我也用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对，那我记得好像有这个图，看一下，有，我真有，这是一个真实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美妆客户群，那我把每一个名字都匿名起来，等我一下，跑一下就是画面。那你可以看到呢，基本上对于网红行销的 strategy 呢，我们可以用两个轴向，一个轴向呢是 KOL 平均粉丝数，所以这个轴向就是越往上的就是越大的 KOL 的用量，就是你用越大的 KOL 来做你的网红行销。那这个 X 轴是什么呢？ X 轴是你在一次 campaign 里面呢，你用的 KOL 的数目，比如说你肯定是用10个、用20个、用100个，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在这一个二维图上面呢，从美妆客户里面，就是各种 strategy 都有人在用，有人用呢，专门用就是所谓的微型网红、小型网红，一次就发非常多的，你可以看到有在这边，就是二三者，但平均网红数呢，可能没有那么高。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特别 dominant， 他用网红数是比较少，但他特别喜欢用大号的 KOL 来做行销，那有些人就介在中间，所以你看基本上这个图谱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人在用他的网红的行销的 strategy 呢，那基本上会随着他的企业在面向这个市场上的 strategy 他会不太一样。那这也回到一个东西是什么，这回到一个东西就是网红行销呢，毕竟是360度行销的其中一环，所以呢他会在他360度行销里面做配套。举例来讲，对，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数据。举例来讲，这是我们去分析的，就是美妆产业的网红行销的这种数据报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呢，哎，这些的人他用网红的量非常非常的大，但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哎 ，SK2 这么有名的品牌，基本上几乎不用网红，哎，对，那所以说你看它顺序很不一样啊，就 SK2 它可能面临的，它可能面向的可能是比较高端的客群。那所以他可能会打的比较多的是明星艺人，然后用一个大明星大艺人，然后再去带他的360度，包括他 TVC， 所以他可能不用网红。但是呢，可能一些比较就是我们要 Shiseido、Lancome 或 Axido 的这些比较呢，就是popular 的品牌，他们基本上就会很乐意去用网红，所以他就不太一样。但你即便在用网红程度上面，你会发现不一样。就像比如说 Mac 特别用了特别多的 YouTuber， 所以他们特别喜欢用影音去跟他们的受众做沟通。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分布跟水准是会在他的360度，甚至在他的观众群里面，他去做他觉得应该可以做到最适合的搭配。所以不会是说哪一种的搭配他就是最 best 的，而是要看就是你可能是想要对面对哪一种群众，那以及呢你在整个的行销上面你的总体 strategy 是怎么样，然后你再来定位呢你的整个网红的搭配 strategy 可能会比较适合。嗯，哇，这个听起来学问很大呢，因为基本上不同的品牌可能不同的策略整个用法都差异非常的大。好的，那因为时间可能也不多，那因为 KOL Radar 的确在业界非常的知名，那可不可以有一个展示呢？
让大家这个听众了解一下 Care Radar 是一个怎么样的数据工具，可以怎么去运用。好的，等我一下啊。那这边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分享，就是让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的 Care Radar 呢，大家可以怎么样做相关的数据运用。大家可以看到呢，那基本上就是 Care Radar 的界面，对。那 Care Radar 界面呢，那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那透过 Care Radar 界面，你可以快速的去找到自己可能比较合适的 KOL。第一个，你可以选 Database， 那在台湾做 KOL 还是香港还是马来西亚？那你可以选择呢合适的平台，你要 FB 图文比较多，还是要 YouTube 是做影音的，还是要 IG 主要是做图片，然后 Hashtag。那最棒的事情是什么呢？那最棒的事情是呢，那基本上你可以用关键字去搜寻你想要的 KOL。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做咖啡机的，那我可以输入咖啡机这种关键字。那所以只要提到咖啡机的这样相关的 KOL， 那基本上我就可以把它 search 出来。那所以 search 出来之后呢，只要提到咖啡机的，你看都会被我们 search 出来。比如说，哎，这有提到14笔，那你就可以点进去看，就是说，哎，14笔资料呢，那基本上是提到哪一些的 KOL， 就是说哪一些的 contact 呢，是他有提到这个咖啡机的资料。你可以看到，就是无论是在 IG 或者在 FB 上面提到咖啡机资料，就会被 search 出来。那产生多少 engage number 呢，都会在上面被还原。那举例来讲，我们可能看到这个好。还不错的，那你就点进去看它的 content， 它会连到 backlink 到它原来的 content 上面，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上面 content 它原始的贴文在贴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 engagement number， 那以及呢，它下面的人是怎么样去做互动的，那你就可以去研究这些贴文。好，那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在这个上面的数据，那我们在上面有很多的 filter， 这 filter 就是说我刚刚搜寻出来结果呢，我可以按照粉丝数重新做一次排序。那所以比较大号的 KOL 提到咖啡机的就可以被我排上来。那如果呢，我想要找的是互动率比较好的，我可以按照互动率做排序。就是我希望找就是 engagement 的这样子比较强的，因为我可能想要做导购做转换，所以你就看到这互动率好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往前排。那如果呢，我要找的是涨粉率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叫做 top trending 的 KOL， 所以比较 top trending KOL 呢，那就会被我们往上排到这边来。你看到涨粉率这边比较就是高 percentage。那基本上呢，就会被我们往前走。那对于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找这个 KOL 来讲呢，那我们也可能想要说，咖啡机，或者是我如果做的是一些，因为咖啡机我在 COVID-19 期间嘛，我想知道就是说在 COVID-19 期间呢，是不是有很多的 KOL 对咖啡机真的有需求？那这样的话，我比较容易去找到我的 TA。那我可能就可以说，那从四月到现在，那对我咖啡机比较有需求的。那这样的 KOL， 那有提到咖啡机的有哪一些？你看，它会重新再筛选出来，就在四月，在这3到3、4个月内有提到的这些 KOL， 那基本上呢，它就被我们设置出来。所以出来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在咖啡机的最近会提到咖啡机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它提到了这个咖啡机的关键词。那继续找这个 KOL 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些数据可以让大家去参考。比如说，它有这个 KOL， 它有 YouTube 平台，有 IG 平台。那你就会看到这个平台上面到底哪一个是他比较主力经营的，你就可以通过上面的数据呢去看，比如说YouTube 是他主力经营的平台，那可能 IG 呢并不是他主力平台，甚至呢他可能有掉粉，你看他就是涨粉率像是负的，就是他有带有大概9000多粉，那所以呢，但他在就是 YouTube 上面还是涨粉的，所以在首选平台上面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以 YouTube 合作为主咯。那第二个来讲就是你可以看到虽然他有92万的粉丝，但是呢，你不可能是我们刚刚讲嘛，平台演算法，所以不可能就是92万的粉丝你都能 reach 到。所以呢，我们这个称之为叫什么？这个、叫做 potential reach， 就是你潜在的可以 reach 到的人数。那实际上呢，你能够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是要能够得到的东西呢，是影片的平均观看数或者平均互动数哦，那这个可能就是你能够得到的东西。那所以你有这平均观看数跟平均互动数。那基本上呢，你就可以知道，就是我在非包预算里面下下去的时候，我可以 expect 我大概能够获得多少的，就是平均观看跟平均互动。那这也可以呢，就是让你去可以预估，就是我的成效。那除了可以让你预估你的成效之外呢，你有的平均观看数跟平均互动数，你就可以反推呢这个影音价值。这影音价值呢，其实就是呢你在投广告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可能就是投 FB 广告、投 YouTube 广告，你本来就会有自己的投的数位广告的经验。那你把这投数位广告经验，比如说 cost per view 乘上这个平均值，那基本上你就会知道，这个媒体价值基本上多少钱。
那有这媒体价值计算多少钱的时候呢，那 KOL 跟你做报价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框，你就可以知道，哎，我跟他议价议到哪个区间呢是合理的，而不是随着 KOL 乱报价，你就觉得，哎，这到底是 OK 还不 OK， 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好的一个交易跟划算。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些数据都可以判断大家。那这系统呢，基本上还很棒的事情是，你可以呢去按照自己要的 KOL 条件再做进阶的筛选。所以我们把 KOL 自动化分成29类，所以你可以按照自己类型的 KOL 去做勾选。那甚至你可能只想要找就是男生的 KOL 或女生的 KOL， 你也可以做筛选。那我刚刚提到有些你可能会比较进阶的，你想做的是比较小型一点耐米网红，你可以做粉丝数的这个筛选，那也是可以做的。那甚至呢，你可以去限制说我只要找互动率5-20%以上的，或者涨粉率呢是要高一点的10-50%以上的，你可以做这种筛选。举例来讲，我说5-20%的互动率，那我希望呢它的涨粉率是10-20%，那基本上我就可以套用。那你套用下去的时候，你看下面的结果它会重新再帮你算一次，就是哎涨粉率 10% 以上的我才帮你抓出来给你。那或者是呢你的互动率呢我需要 5% 以上的，那我就一样可以把它套用。那套用以后呢，它就会两个条件要同时符合，就同时要又高互动率又高，有没有这种 KOL？ 也有啊，你看，对，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再这样子继续摄取下去。那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数据平台啊，对。那所以那大家可以呢，很方便的透过一些自动化的方式呢，去扫描出呢比较符合你。第一个我刚刚讲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KOL 行销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是第一个。你在找 KOL 呢，跟自己呢一定要是正相关，所以通过这些关键字的方式呢，你可以先去把这些正相关的 KOL 先找出来。因为如果他有提到这些产品的关键字，甚至提到品牌名，然后甚至提到你竞品的关键字，就代表这 KOL 对这类产品是本身是感兴趣的，所以他应该是正确的 TA， 不然他不会没事提这个产品的关键字或你竞品的关键字或相关的产品名。那有了这些 KOL 之后呢，那毕竟扫出来 KOL 很多嘛，那你怎么知道这些 KOL？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做合作呢？我刚刚讲，你就可以用刚刚讲的这些数据来去做筛选，比如说你可以用它的观看数，你可以用它的互动数，甚至呢，你可以用它的观看率、互动率，进阶一点的话，你可以用它的涨粉率去把这些比较掉粉的 KOL 先把它剔掉，而不要去做合作。那它有可能是在一些平台上掉粉，在平台上涨粉，那你也会知道是它在哪平台上面成效会比较好。那再就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你看了这些数据之后呢，你再去跟这 KOL 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比较好的议价空间，因为呢，你就会知道这 KOL 报价它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对这个中小型的 KOL 来讲，中小型的 KOL 报价就更乱，原因是因为中小型 KOL 呢，每一个都是斜杠年轻人，所以报价就会真的是随心所欲的在报价。那所以呢，你要去 control 他们，要去跟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 deal 的时候呢，那当然就你心中就要有个底嘛，就是说，哎，我要去挑你们的时候呢，那你们这样报价合不合理？那不合理的话，我可以跟你议价吗？或者是太不合理了，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系统化的方式呢，再去找到更多的 KOL？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在 KOL Radar 我帮大家抓出来，就是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小型 KOL 大概占了所有 KOL 80%，所以大部分的 KOL 都落在50,000粉以下。那对于我们的广告主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的选择变多了。但你的坏处也有，就是因为中小型 KOL 嘛，所以他接触的人数是比较少，所以你通常要兜很多中小型 KOL 才会有一个大型 KOL 的效益。那如果你是用手工的方式去兜的话，那基本上在光找 KOL 人选上面就会花掉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比如说像我们在前阵子帮就是理肤保水做的这个400个素人的这种 KOL， 那你想看找400个素人的 KOL， 你用手工慢慢找，大概找好几个礼拜，但用系统化的方式找的话，你可以一天就扫完，那你一天就可以决定你要的版位，然后后面就是 send contact， 很快 contact 完很快就上线，那你就很快把这些东西收成回来。所以你要做中小型 KOL 的这种比较就是 performance 做法来讲的话，通常就是这种数据平台就会对大家很有帮助。那这个平台对大家也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另外什么，就是如果你对某一个 KOL 特别感兴趣，比如说最近你可能听到有一个 KOL 叫做流氓，那你就觉得这个 KOL 老是听到他，但是不知道他的成效如何，那你就可以呢，就是透过我们的数据平台呢，就直接去 search 这个 KOL， 把它全部先把它拉掉。比如说，我对于就是某一个 KOL 很感兴趣，那我可能想要特别去找这个 KOL， 可以吗？可以的。那我们就是直接去找这个 KOL， 那基本上就会把它找出来。比如说，我想要找的是叫做流氓的 KOL， 有没有呢？那基本上他就会去 search。那摄取之后呢，就会跑出流氓，你可以看到。
那你跑流氓之后，你就可以去看到就是它的表现。举例来讲，因为它这个很非常 uptrending， 你就会看到它最近数据表现，比如说它的 YouTube 最近的涨粉率是 11,622%， 所以非常非常的夸张，你知道它非常的 uptrending。那所以呢，基本上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数据呢，那你就会知道就是他们的表现，或者是你想要多认识的 KOL， 你也可以看他。比如说啊，我可能想要跟就是蔡阿嘎合作，那我是不是可以找打个蔡阿嘎？那一样，你就可以去找特定的 KOL 他的数据啊，蔡阿嘎。那你就把蔡阿嘎找出来了以后呢，那基本上呢，蔡阿嘎的数据呢，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他。那你也可以看他下面比较 popular 的 content， 就是蔡阿嘎他在 FB 上面比较 popular 的 content 长成什么样子。YouTube 它的 content 长什么样子 ，IG 的 content 长什么样子，不同 KOL 对于不同的平台，它的经营的策略不太不一样，所以你跟它不同的平台合作呢，最好可以 align 在他们平台上面的 strategy 做合作，那你的 content 呢，跟它的创意切角可以相符合的话，也更容易谈成合作。那以上呢就是 KOL Radar 的平台的简单介绍。对，哦 ，OK， 那我想加码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请凯颖预测一下未来一两年内台湾在这个网红这个市场大概最后会发展成的一个样貌大概会是什么样？在一两年内嘛，我觉得很趋势非常明显，大概就会发展成样貌大概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对于网红行销会越来越 performance 导向，我觉得是所有的新的行销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可能比较不注重 performance， 但会越来越重 performance， 这都是一个进程。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一定会越来越 performance 导向。那所以呢，它的样貌呢，就是大家会越来越注重数据。就好像之前可能大家投 FB 广告，可能数据没有看那么细，但现在大家投 FB 广告，数据就会越看越细。那大家之后在做网红行销也是一样，它的数据也会越看越细。所以呢，基本上网红行销它会一样，就是沿着这个路程会走。就是我刚刚说，它的数据化这件事情会很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大家对于网红行销呢，也会对齐到就是所谓的转换这件事情，就是越来越 performance 导向的这个网红行销也会出现。大家以前呢在做可能 FB 广告或做 Google 广告，可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在上面去追转换，但最近呢就是会发现，就是因为 COVID-19 或者是各种的数位行销越来越成熟，所以大家用这种 Google 广告投放或者是用 FB 广告投放，基本上呢，现在大家可能不是在看什么 CPI、CPA， 大家可能在看另外一个数字叫做 ROAS， 就 Return on Ad Spend。那所以呢，就是电商用的术语，就是说，他希望就是我一个广告最后可以转出多少营收，那这个他可能会讲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在网红行销上面呢，也会有发生这种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会想知道，就是我用的这个网红，最近我可以卖出多少货，转出多少营收。那这也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趋势。所以两个趋势呢，那我觉得是就是刚刚 Sam 刚刚在讲，就是说那基本上我可能看到就是一两年内呢，会可能就往这个趋势上面走。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只是基本是做 awareness 也 OK， 但大家一样会越来越看数据哦。我要看就是他能够产生多少 engagement number， 这网红本身普通表现长什么样子，还有什么数据去支持他。另外一个说，那更深度一点的话，电商客户他可能就会想要找就真能够做转换的这些 KOL 来做这种 KOL 导购。对，那谢谢今天凯颖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9:30，所以也很高兴这个亚太青共创协会的这个专家对谈有这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大家来专家分享给听众。那希望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持续下去，也在下一周周四的时候也会由我们这个吴瑞生跟一位专家来做访谈，也邀请我们的会员跟这个非会员的来宾都可以共享盛举。好，今天的这个线上的专家对谈就到这里结束。好，谢谢。好，谢谢盛，谢谢大家，晚安，谢谢。好，好，谢谢大家。